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台中一中同学聚会，那第一个见到的老朋友呢，是我们的杨志文老杨，他常年在大陆的厦门工作，那很少机会陪伴他的女儿，好、哦，这是他的女儿，很可爱的女儿。Hello， 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杨洋。杨可欣。杨可欣哦，哦，啊，这是你大女儿吗？对，大。大的，啊，小的几岁啊？小的八个月。八个月这么小？是哦。所以也是在你回来的时候那个的。哦，没办法，不过也算是蛮有效率的，就是很精准。对啊，啊，你这样一年回来几次啊？疫情一次而已。就整个一年才回来一次？对啊，疫情关系的。天啊。正常来讲就六次。哦，一年六次。平常是一年六次。哦，了解了解。辛苦了，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杨志文，他以前的绰号是原住民，对，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人在叫原住民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好，没有了，就只剩下我们了。皮肤变白了。OK OK， 皮肤变白，真的假的？好好好 ，OK。